出师表。诸葛亮，臣亮言，先帝创业未半而中道崩殂，今天下三分，益州疲弊，此臣危急存亡之秋也。然则侍卫之臣不懈于内，忠志之士忘身于外者，盖追先帝之殊遇欲报之于陛下也。臣宜开一张圣厅，以光先帝遗德，恢弘志士之气，不宜妄自菲薄，隐喻失意，以色忠谏之路也。宫中府中俱为一体，制罚赃匹不宜一同，若有作奸犯科即为忠善者，一副有司论其心上，以昭陛下平民之礼，不宜偏私，是内外一法也。侍中、侍郎、郭攸之、费祎、董允等，此皆良实，志虑忠纯，是先帝以简拔以遗陛下，予以为宫中之事，事无大小，悉以咨之，然后施行，必能必不缺漏，有所广益。将军向宠，信性熟君，笑畅军事，适用于昔日，献帝称之曰能，是以众议举宠为都，予以为营中之事，喜以咨之，必能使行政和睦，有列得所。清贤臣怨小人，此先汉所以兴隆也。清小人怨贤臣，此后汉所以倾颓也。先帝在时，每与臣论此事，未尝不叹息痛恨与怀悯也。侍中、尚书、常侍、参军，此昔征粮四节之臣，愿陛下亲之信之，则汉室之隆可继日而待也。臣本布衣，躬耕于南阳，苟全性命于乱世，迫切问答于诸侯。先帝不与臣卑鄙，位子枉屈，散顾臣于草庐之中，咨臣以当世之事，有失感激，遂许先帝以驱驰。后者亲赴，受任于败军之际，奉命于危难之间，而来二十又一年矣。先帝之臣谨慎，故临崩即臣以大事也。送命来，夙夜忧叹，恐托付不效，以伤先帝之名。故吴越渡泸，深入不毛，今南方已定，兵甲一足，当将率三军破定中原，疏解奴钝，囊除奸凶，兴复汉室，还于旧都，此臣所以报先帝而忠陛下之职分也。至于斟酌损益，尽尽忠言，则攸之、祎、允之任也。愿陛下托臣以讨贼心腹之孝，不孝则治臣之罪，亦告先帝之灵。若无心得之言，则责攸之、祎、允等之慢，以彰其咎。陛下以一自克，以自走善道，察纳雅言，甚追先帝遗诏，臣不深受恩感激，今当远离，临表涕零，不知所云。